尊敬的各位同修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今天我们先来总结第八集、第九集的重点。第八集重点，第八集有七个重点。第一个重点是舍利弗在僧团中的地位。 是僧团中的首座弟子，与大目建连并称是佛陀的左右臂，是佛陀最信任的弟子，也是能担重任的弟子，是僧团中最有威望的，深受广大僧众尊敬和爱戴的长老。 第二个重点，舍利弗怎样对待毁谤他的比丘？怎样对待抢占座位的比丘？用手抚摸毁谤他的比丘的头，慈祥的和比丘说话，接受比丘的忏悔，鼓励比丘改过。 把好座位让给比丘，自己树下静坐一曲，以身示范，彰显舍利弗的高尚品格。舍利弗为什么要先于佛陀涅盘？诸佛的上首弟子是这样做的。舍利弗不忍心。 见佛陀涅盘，第三个重点，舍利弗对众生的几段临别开示，你从中学到了什么？佛陀出现在世间，要几千万年才能遇到一次，遇到了要珍惜。 能够听闻佛陀正法，也是百千万亿生中稀有的，也要倍加珍惜。延续佛陀的慧命，是每个佛弟子的使命。第四个重点：舍利弗涅盘后，佛陀对大众的开示。 有何深远意义？无常是世间的真相，生灭是自然的法则。舍利弗先于佛入涅盘，是法的自然顺序。人虽不在，法不会失去。 佛陀永远活在信的人心中。佛陀会永远照顾他，进入涅槃，去极乐世界，是第一重要的功夫。大智舍利弗，他的智慧广大无边，除佛陀外，无人可比。 第五个重点，琉璃王族要灭释家族。释迦牟尼佛当时在世，为什么佛也救不了释迦族？目建连神通第一，为什么也救不了释迦族？神通不是根本之法，神通不敌业力，神通。 不能了生死出轮回，不能和众生结怨，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。第六个重点：目建连尊者是怎样对待莲花色女的？莲花色女是怎样成为佛陀弟子的？ 不鄙视，不歧视，耐心倾听他诉说自己的身世和种种不幸遭遇。不看表象，看真心。他看到莲花色女的心很真、很善、很美，他同情他、怜悯他、帮助他。 改过自新是离苦得乐的不二法门。莲花色女成为模范比丘尼，成为比丘尼中的神通第一。穆建莲尊者功不可没。第七个重点，穆建莲尊者是佛陀弟子中的神通第一。为什么？ 还会被外道所害。为了传播佛法的种子，给后代做个违法牺牲的榜样。肉体是无常的，业报是要了结的。生死问题在觉悟者面前不是问题，有生就有死。 对于死，完全不必要惊慌、恐惧。重要的，是你在亡身的时候，能不能不迷而入涅盘？“不迷”这两个字太重要了。穆建联的“不迷入涅盘”，佛陀赞美他，他的牺牲真是无限之美。 第九集重点。第九集有两个重点。第一个重点，大家设尊者有哪些与众不同的地方？出身富贵家庭，父亲是大富长者，他舍弃富贵荣华，去做修苦恨的头陀。 志气清高，不着玉染，舍富起贫，为贫困老母提供种福田的机会。老母以此功德，寿终之后得以升天，树立法床，做艰苦卓绝的修行榜样。 依照自己的志趣，坚定不移的去实践自己的理想，让后来者对少欲知足的头陀的苦恨，能够尊重与实行，不贪名闻，不求利养，不住精舍，不舍苦恨，一心一德。 巩固僧团，将来佛陀正法的毁灭，不在天魔外道的破坏，而是僧团的腐败与崩溃。第二个重点，普贤菩萨、文殊菩萨、弥勒菩萨，作为菩萨众的代表，列为上首。 有何重要意义？这三位大师在法会上作为菩萨众的上首，含义很深。他们三位和净土的缘非常深。普贤菩萨代表密净不二，文殊菩萨代表禅净不二。 弥勒菩萨代表当来成传。教、禅、密是佛法修学的几大纲领，全包括在内了。其余的无所不包。阿弥陀佛名号是大总持法门，没有一法是阿弥陀佛之外的。 一句阿弥陀佛佛号，包括释出世间一切法。学习普贤菩萨和文殊菩萨的发愿文，见贤思齐，学习先圣，导引众生回归极乐。这是一代圣教的指归。 第六、七、八、九集的重点说完了，在这里有三个问题需要向同学们说明一下。第一个需要说明的问题，我们对每一集整理出几条所谓的重点，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法，目的只有一个。 给同学们一个抓手，帮助同学们理解经文，仅此而已，也未必适合每一个人，仅供参考。同学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，对号入座，有针对性的解决自己的实际问题。我们第二次复讲《无量寿经》。 重点放在笃行上，就是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，切忌空谈，切忌贪多，做到落实一个是一个，解决一个是一个。还是那句老话，就是重实质，不重形式，要抓住重点，扫除障碍。 你学佛路上哪个障碍最大，你就先扫除哪个，就像攻克碉堡一样，哪个碉堡火力最猛、杀伤力最大，你就必须先把它拔掉，才能扫清前进的道路。比如，有人孝道缺失或不圆满，不孝父母。 不敬师长，有人嗔恨心强，不是恨这个就是恨那个，觉得谁都对不起自己；有人嫉妒心强，看不得别人比自己好；有的人心术不正，诅咒别人，希望别人倒霉；有人心量小。 遇事斤斤计较，不能包容人，没有朋友。有的人无理辩三分，得理不饶人。有人贪恋牵挂，这也放不下，那也放不下。有的人真假不变，抓住假的死死不放，把真的放下了。 有的空喊口号，不干实事儿，玩假把式，搞花架子，自欺欺人，到头来一无所获。种种现象不胜枚举。同学们，要想今生成就，必须动真格的。第二个需要说明的问题。 你的人生目标是否确立？只有确立了人生目标，才能选择走什么样的路。不同的人生目标，走不同的路。确立了目标，选好了路，最后是怎样走好这条路，一直到终点，这是人生的三部曲。 第三个需要说明的问题，我为什么用讲故事的方法介绍五位位居上首的尊者？我用讲故事的方法向大家介绍乔晨如尊者、舍利弗尊者、大目犍连尊者、迦摄尊者、阿难尊者。 目的只有一个：强化人性化，弱化神秘化。怎样解释这两句话？就是我要把他们讲成人，我不要把他们讲成神。我为什么想起用这种方法？一是佛菩萨点化，用这种方法接地气。 效果好。二是现实生活给我的启示，什么启示？十年的弘法之路，我遇到了这样四种人。第一种人，傲慢无礼，目中无人，什么高层大德全不在话下，大有一览众山小。 知识第二种人谁都学不来。你说夏联居老居士、黄念祖老居士这样的人会说：“哎呀，人家是再来人，咱可学不了。”老法师给我们介绍了海贤老和尚作为我们佛门的榜样。有人会说：“人家根性好，咱可比不了。” 老法师给大家推荐刘素清老菩萨。有人说：“哎呀，人家是观世音菩萨再来。”就说我吧，一个土里土气的退休老太太，也得到了一顶不小的帽子。哎呀，人家是什么什么大德呀？你说我是高兴呢，还是悲哀呢？这是我喜欢的帽子吗？ 说到这儿，我想起来，在省政府工作的二十年，年龄比我大的叫我素云，年龄比我小的叫我刘大姐，再小的叫我刘姨，我觉得挺好的，多亲切呀、啊！没想到退休了，七十多岁了，还弄了一顶大德的帽子。 这可不是我想要的，我只要阿弥陀佛。第三种人，瞧不起人，不相信别人能往生西方。某某某往生了，有人说，就他那个样儿还能往生？比如，这个居士生前读《金刚经》。 有人就拿这个说事儿啊。那我说你无量寿经没学明白呀、啊，学大乘经典，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一样往生啊。怎么到你那儿读金刚经就不能往生了呢？依法不依人呐。第四种人，盲目迷信。有人说。 刘老师送往生，一送一个准儿，送谁谁去西方极乐世界。这弥天大谎是谁说的？谁说，谁负因果责任？如果说刘老师送往生认真，这个是真的，这个我承认。我送刁菊是丈夫老齐往生，二十四小时不吃。 不喝，不上卫生间，不是我刻意安排的，时间是不知不觉中过去的。老七往生了，我送一位老大哥往生，走的不好。我从晚上五点钟到第二天早晨五点钟，我一个人在医院瓷砖上磕了十二个小时的头。 没有人替换我，膝盖和胳膊肘都磕破了。尽管这样，我也没把他送去西方极乐世界呀、啊。我说的是真话，你们信吗？我之所以说了这么多，就是要告诉同学们：阿弥陀佛是人修成的，释迦牟尼佛是人修成的。 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、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，都是人修成的。他们是人，不是神。我为什么讲五位尊者的故事？他们是有血有肉、有情有义的人，我们能够向他们学习。如果。 我把他们讲神话了，我们还能向他们学习吗？因为他们是神，我们是人，人学不了神呢。现在大家看到的五位尊者是活生生的人呢，他们是人，我们也是人，人可以学人呢。这就是我用讲故事的方式。 向大家介绍五位尊者的初衷，不知能否收到预期的效果。五位尊者的故事，我是从一本书里看到的。这本书是一位当代大德法师写的，在这里，深深的感恩这位大德法师，为我们讲述了。 如此动人的故事，让我们对五位尊者有了更鲜活的认识，为我们提供了学习的榜样。感恩，深深的感恩，至诚的顶礼。下面我们开始讲第二品经文《德尊普贤第二》。 请看下面经文：右贤护等十六正事。所谓善思维菩萨、会变才菩萨、观无助菩萨、神通花菩萨、光阴菩萨、宝床菩萨、至上菩萨。 济根菩萨、信会菩萨、愿会菩萨、相向菩萨、宝应菩萨、中柱菩萨、智行菩萨、谢托菩萨，而为上首。第一品经文说：一切大圣。 神通已达，这是略赞。这一品经文是广赞诸大菩萨们的智慧、神通、德能。这一段经文里列举的是菩萨众里的在家菩萨，正士是在家菩萨，大事是出家菩萨。 正事和大事是同等级别。十六表示圆满无尽。十六正式表无量无边的正式。贤护是代表如来善护念诸菩萨意。贤护菩萨是释迦牟尼佛的。 在家修学净土法门的弟子，他的地位与普贤、文殊、观音、释智相同。贤护不但自己护持自己的贤德，并且也护众生，所以名为贤护。贤护正是。 虽然是现在王舍城，为父母所生的人，只是一个普通的人生但是实际上是一位实证的等觉菩萨，已超实地，再进一步就是妙觉，就与佛相等了。这是一位。 维摩诘居士之外，又一个极殊胜的在家人。听到他的名字，就必定可以自觉觉他，觉行圆满三种菩提。《波中三昧经》说，贤护菩萨是念佛三昧的发起人，这就和净宗更有因缘了。 他为上首，参加法会，帮助释迦牟尼佛来宣扬念佛三昧无上法门。念佛三昧是一切三昧中之王，一切三昧中之宝，所以称为宝王三昧。善思维菩萨代表。 专修净土的人，具有纯净纯善的正确的思想见解，与阿弥陀佛相应。会辩才菩萨有智慧，有口才，擅长净宗的教理教义，讲得清楚明白，令人信服。观无住菩萨。 代表修净土的人，观法无常，不贪恋，不执着，一心念佛求往生。神通花菩萨，代表有灵活、善巧的教学方法，因材施教，弘扬净土念佛法门。光阴菩萨。 代表这部经能显发我们的智慧，宝床菩萨，宝床代表无比殊胜的佛法，宣扬本经的法源非常殊胜。至上菩萨代表修学本经能得到无限智慧，继根菩萨。 六根寂静是修学的根本。以这部经修学，能够得到身心清净。信会菩萨代表深信本经有无上的智慧。愿会菩萨代表深信切愿求生净土，是有真实智慧的人。 相向菩萨代表念佛功德大，帮助众生超越六道。宝英菩萨，宝英代表阿弥陀佛四十八愿，能令众生在一生中往生不退成佛。中住菩萨代表这部经安住中道。 智行菩萨代表持戒念佛，谢托菩萨代表以这部经理论方法修行，远离妄想分别执着，得大自在。据《四童子经》说，善思维，会变才，观无助。 神童花四位菩萨是他方世界的菩萨，应化托生在印度，成为在家菩萨。据《佛明经》说，光阴至上、即根、愿会四位菩萨，还有据《月灯三昧经》说，相向菩萨。 这五位菩萨是他方世界的大菩萨，来到这个世界听受无量寿经，祝佛弘化。从贤护到相向，一共十位正式都有经典作为依据，其余尚有六位正式未经经典提到，但古德说。 其余六位正士也都是他方世界有大成就的在家菩萨，来到法会听经闻法，诸佛弘化。第一品经文中列举了三位出家众的上首，这品经文列举了十六位在家众的上首。 这代表什么？可以这样说：无量寿经超出一般常情，特别标出十六位正式在家菩萨作为大众的上首，这就表示净土法门特别适合于在家人修持。这部经以在家人为主要度脱对象。 这部经是佛专为在家人说的，这个法门契合当前及将来的社会情况。清末沈善登居士做了一部《报恩论》，赞叹《无量寿经》和净土念佛法门。他说，净土法门妙就妙在。 不离佛法而行世法，不废世法而证佛法。这是净土法门特别殊胜之处，特别适合在家人。贤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，具足无量行愿，安住一切功德法中。 贤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。贤字总指参加法会的全体大众，其中包括比丘众、二乘众、菩萨众、出家众、在家众。另外也指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所有一切菩萨众。 全都遵守《华严经》上普贤大师的教诲而修行，没有一个不是以普贤大师之德而修的。这是赞叹与会菩萨的圣德。什么是普贤大师之德？普贤大师之德，在《华严经》最后。 归纳为十大纲领，称为十大愿望。十大愿望是：礼敬诸佛，称赞如来，广修供养，忏悔业障，随喜功德，请转法轮，请佛住世，常随佛学。 恒顺众生，普皆回向。十大愿望对众生有什么利益？十大愿望在人临终之时利益之大，我们过去不知道或知道的不多。人在最后时刻，一切诸根败坏。 什么都不行了，什么都不跟着你了，在这个时候不相舍离，于一切时在前面引导你，一刹那中即得往生极乐世界，自然生在莲花之中，蒙阿弥陀佛受记成佛，然后可在不可说不可说的世界。 以无量的智慧，随顺众生的心念，广作饶益，能在烦恼的苦海中普度众生，这就是普贤大士之德，具足无量行愿。前面简要介绍了普贤大师之德。 虽然这里是讲的修德，实际是在讲全性起修、全修即性、性修不二。这在修学可以说达到最高造诣了。现在说具足无量行愿，佛菩萨从出发心。 一直到究竟果地，所有的行愿都不出十大愿望。普贤菩萨在华严经上明白告诉我们，他发愿求生西方净土。文殊菩萨也不例外。不但这两位菩萨，华严会上四十一位法身大士都能遵从。 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向往西方极乐世界。这是华严会上一件大事情，也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中第三十六愿重重会免的广说。这一切大众，皆是由西方世界来此表演招生的。 十愿是纲领，展开来就是无量无边的大愿，愿愿都是度众生、破迷开悟、离苦得乐、圆成佛道。对于这句经文里“无量”一词，有这样的解释：《涉大乘论释》说。 不可以比类，得之为无量。这个数字不但无法具体说出来，并且也不可以用比喻来比拟，这叫做无量。对于“行愿”一词，有这样的解释：清凉书说，“造修希求，目为行愿。” 观经说：“世心作佛，作佛就是造修的含义。造就是一切唯心造中的造字。修是修持，所以造修是行动。希求，希是希望，求是愿求，所以希求。” 是愿望。行动与愿望的结合，就叫做行愿。对于具足一词，有这样的解释：具是具有，足是充足，具足是圆满无缺的意思，一切都有了，什么都不缺。 具足无量行愿，就是说，这一切无量无边的殊胜行愿，都已具足，圆满无缺了。十大愿王是后后胜于前前，也就是后面的愿一定包括前面的愿，比如称赞。 一定包括礼敬、供养，一定包括称赞。法身大士的修学，前后都是贯穿的。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，现前我们专修净土，在解门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理论依据，是依据净土五经一论。 在行门，我们老法师特别提倡三福、六和、三学、六度、十大愿望。同学们想一想，十愿里礼敬诸佛，会不会包括前面？能礼敬诸佛，还会不孝父母、不敬师长吗？由此可知。 这十大愿望确实具足无量行愿，行是行门，愿是宏愿，都具足了。老法师特别提倡的五科，都在十大愿望里全部包括了，这就是普贤大士之德的圆满。 读《普贤行愿品》的同修们，对于“具足无量行愿”这句经文，可能体会更深。在十大愿王中的第十愿“普街回向”是无所不设的，就连普贤菩萨的德号也含摄其中，表示名号中的“普”字。 从第一愿到第九愿，是表这个“贤字。十大愿王永无穷尽，永结勤劳，没有疲厌。成佛后还在度生，彰显出普贤之普和普贤之贤。回向就是“普”的意思，恒顺众生就是“贤的意思。 普贤菩萨在《华严经》里说：“我既往生彼国意，彼国就是西方极乐世界。”说：“现前成就此大愿。”这就说，普贤菩萨十大愿望究竟圆满，还是在西方极乐世界完成的。这两句话实际上就是劝我们。 必须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决定不能怀疑。普贤菩萨是等觉菩萨，他的大愿是在西方极乐世界圆满的。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。他愿十方世界。 所有一切三途六道苦难众生，赶快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。他的这个大愿和弥陀大愿相契合。什么叫普贤行？普贤行和其他的菩萨有什么不同？普贤行的最大特点就是心量广大，永无疲厌。 这是普贤行的独有特色。安住一切功德法中，慧书说：“德成不退，故曰安住；无德不聚，故云一切。一切功德法，就是如来果地无尽的功德。” 怎样才能安住？得普贤大士之德才能安住。普贤大士之德是能住，如来果地功德法是所住。如果用最浅显、最具体的话来说，如来果地一切功德法就是一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。所以。 这一句佛号称为“万德洪名”，“德”是功德，“万”指一切，不是具体数字。这一句佛号就是一切功德法。我们的心有没有安住在这句佛号上？假如我们的心里念念都安住在这一句佛号上。 那么，贤共遵修普贤大士之德，具足无量行愿，安住一切的功德法中，我们就都得到了。这话不是讲别人，是讲我们自己。这句万德宏名实在不可思议，几个人知道这个事实真相？ 真正知道这个真相的人，哪有不死心塌地念这句佛号的道理？真正知道的人，不再打妄想，念念都是阿弥陀佛，这才能入得了弥陀怨海，游步十方，行权方便，入佛法藏。 究竟彼岸，这是赞叹参加法会的菩萨们自行化他圆满的功德。把心中的阿弥陀佛如何应用在日常生活之中，自利不妨利他。哪个地方的众生缘成熟了，即前往度化。 所以由不释放，劝大家念佛求生净土。行权方便，权是权巧，即善巧方便。如《普门品》中说：“应以和身得度者，即现和身而为说法。”《楞严经》说：“随。” 众生心应所知量，众生喜欢什么样的相貌，他就变成什么样的相貌，众生才肯愿意学。俗话说：“有经有权，经就是常规，权就是变通。”我们做事要学会通权。 答辩，不死守规章制度。我们学佛也是这样，戒要守，不能守死。黄念祖老居士给我们举了这样一个例子：孟子说，男女授受不亲，这是古时候的礼节。倘若嫂嫂掉进河里了， 你用手把它拉出来，可不可以呀？你若死守礼节，说男女授受不亲，我不管，那岂不是天地间最愚蠢的人？法华文句解释：方者法也，变者用也。粗浅的说，方就是方法，变。 就是方便，你要有切实便利可行的方法，让众生真能解决问题，这叫方便。这种方法，禅宗叫观机斗教。敬影书说：“化行善巧，随物所宜，种种意现。” 明权方便，所行教化非常善巧。随着众生根基与环境的不同情况，分别传授种种不同的修行方法，随物所宜，而又种种不同与之相应的所限，这个叫做行权方便。 比如教育孩子，不同性格的孩子要用不同的教育方式。入佛法藏，究竟彼岸。这一句是双关语。究竟彼岸是成佛，菩萨未成佛，希望自己成佛，而又把成佛的方法介绍给众生。 希望众生都成佛，是助他成佛，所以这一句是双关语。因为整个如来究竟圆满的国法，不出一句阿弥陀佛名号，就是诸佛法藏名号，就是一城国海。这句名号就能帮助我们。 究竟彼岸，所以是念佛成佛。这样的经文，在其他经典、其他法门里很难理解，很难讲，也很难懂。即使讲清楚、讲明白，从哪里做起还是不知道。换句话说。 依然得不到真实的受用。然而，在净土念佛法门来说，可以说字字句句都落实了，很容易理解，很容易做到。这是净宗的第一殊胜之处。这节课就交流到这里，感恩大家。 阿弥陀佛。